这个是那个 Elena James 的，类似你，我很喜欢哦。OK，所以就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看到的布置有弹性，很薄，可是是很有弹性。所以其实哈，你看它的 cut，OK，就是穿在身上，其实它是好像皮肤一样贴在身体上面，就好像给你皮肤添了一些纹身一样。就是那个意思咯，我的意思就是哈，给你的皮肤啊，就这是皮肤，我皮肤色泽本来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我比这个还要白一些，然后就加了这个，就好像有一点点诗情画意，我觉得感觉很好，它不像一般的那一种内衣，就是你穿上去你就觉得很约束，好像。被束绑起来这样子，这个就没有，这个就套在身上，套在身上的感觉其实就会是青春少女。我很久都没有穿过这样子的系列的小背心，它算是小背心啊，所以它其实它剪裁很简单，只是在质量那一方面它比较着重。所以，厂商其实在这一块还蛮认真的。OK，这就是它的。它的质量，OK，好，那么我想说，如果你是在 size 那方面呢，你觉得怎样选呢？其实它是有伸缩的，那么只要你在它的那个measuring 的那个 chart 那一边，你真的去量过你自己身体，就是那个就对了，不用想又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这样子，那是不需要的。OK，那这是我的分享，我希望你喜欢。其实。可以啦，我觉得物超，我是觉得值得啦，我喜欢这样子的布置。OK，谢谢。